前几天发了一个洛杉矶内陆帝国地区66万起的标准的大独栋的户型，但是之后呢，有很多人来问我，希望看更低价位一些的。咱们今天呢，来看一个50多万的标准的大独栋的户型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 Chris Liu。视频里这个呢，是一个准平层的独栋户型，2560尺，4房3个卫生间。看视频里这么开阔的设计，想不到它才2500尺吧。为什么是一个准平层的设计呢？那是因为整个活动空间基本上都是在一楼，一楼里呢有主卧，还有另一间卧室，二楼呢就只有两间卧室跟一个厅，所以呢住起来的感觉就像是平层一样。小区里面泳池、会所、运动场，这都是标准的配置，而且呢它的这个位置交通也非常的方便。而且呢，这个隐藏式的楼梯设计给整个房子提供了更好的空间利用率。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样的房子是适合您的，那么欢迎来找我，我会用经验和数据给出最有利于您的建议。谢谢大家的观看和关注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